好行。走。拉好。坐到胯。后腿。上礼拜讲的是两个手同一个方向，你这个右手啊，两个手同一个方向，后面肩沉。从这里出去。不要太用力。不要太用肩膀，弯曲。上臂向内拧，上臂向内拧，小臂向外拧。好，走。注意你的上身拧转跟角度，角度有一点往前，有一点往前，手指并拢起来。不要往前踏，是腰上。把重点松掉，重点注意到，好换。还是一样，不要往前看，胸朝前，不要朝地。好，今天都用下盘脚换，好换。换单位朝阳，走。
等一下，那坏要有一个动势的，你这个势，这个势在这，在这这里走，你在这里走，那可以。这里走要换的时候，你的动势是什么？你的动势是，所以你如果要从这里就换，哦，找到一个循环。你如果要从这里就换，你的身体要有什么动？这个摇一摇很久哎，看不懂。很久。啊，就是说我们在转变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到，就是说我们在动，不在动，这个在动了。动当中它要转变，动当中产生一个这个东西，它有产生自己，看不懂这个你要怎么处理。所以你不能说我这个换吧，在这换，它就变成一个这个了，没有一个回旋。所以你要怎么做这个，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力量转换，这个转换啊，对吧？你不能换，那你那个气血，你里面的气血到这边爆，是不是？它是这样走了，它就没有阻碍了它的那个，对呀、听不懂？所以要注意你的动势，尤其你走快。或者你都从这个动势产生的，动势产生了，我要换方向，我要怎么处理这个？所以当我在走我这样子的时候，我很自然的，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看我很自然的话，我的手脚的转变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从这边下来，这样子。它就是一个这个，这样不懂。所以你从不同的视角，比方讲，这个的动势，这个的动势它是在上面，这样子，在上面的动势它下来就这样下来。如果是这个呢？我好了没？这个的动势它是这个的。好了。听不懂，但是你们要去体会不同的姿势里面，不同的姿势它产生的动势，你的身体、手脚在那个动势里面，你要怎么变？所以不要你想着怎么变，而是去感觉你要怎么变。好，来。